所以要拆分差哪几个。嗯。开始拆箱。最新款啊，内置60。可能外观它也没问题。外观。那电源再仔细的检查，确认没有问题。基本上不会有问题。嗯。基本上不会有问题，如果没问题，仔细检查外观。您再看一下，没问题，我给您开机记录。我们拍一下啊。这一机难求的 Mate 60，摄像头。然后里面充电器。啊，这。这是护送的华为的这个。开机了。好，开机吧。你用卡吗？我用换张卡就行了。嗯。插卡激活一下。嗯。插卡激活一下。插张卡要激活一下。插谁的卡？我的选。好好。后面插我的。好。有啊。我带回去了吧？应该。鸿蒙系统。多国语言可以。开机需要先激活。M6S4。嗯。鸿蒙四，这是鸿蒙四的系统吗？对，最新的。最新的鸿蒙四。嗯，可以了。啊。看一下是不是鸿蒙四系统。那个，哎，同意。下一步。50倍变焦。好，就这样。行，那我卡包你放里面。